就买了一把枪，去巴西的贫民窟买了一把枪。我买了6发子弹，准备自杀的。我已经完全绝望了，我对我的人生绝望了。就像一个长长的隧道里，我永远看不见上面有一个光。我是1989年的11月17号到巴西的，边读书边打工。我们如同两片浮萍，被无情的流水分开，各自漂泊天涯，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空虚的我常常和朋友在舞厅流连到深夜，我灌下大杯的 whisky， 借着醉意，在强烈的节奏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中，不顾腰痛，在舞池里尽情狂舞。当晚我拿起电话拨打 SOS 自杀者生命热线求救，向接电话的义工倾诉心中的苦闷与绝望。每个深夜不一个地方，我都要走了，又大家又坐下来了。有你我生命不一样，有你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我不害怕困难，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，我在深处你求告你，你在天上听我祷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，在泪眼中我抬头去看那个讲台的时候，我就看见那个十字架，突然想起约伯记的那句话，我曾经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。我想起那句话的时候，在我的心里我就听见说，孩子你累了，你回家吧。我就不停地哭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满足我们，可是当有一天，当这位主耶稣基督住进了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一个曾经想自杀的人，一个曾经对生命已经绝望的人，一个曾经对他自己的生活家庭一切都绝望的人，能够蒙神的拯救，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走进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，把天喧哗逼转，经沧海里桑田。